小豹，你好。蒋老师，你好。你今天真帅。谢谢你，真会说话。不过呢，请你在这里好好的接待我们这些科技精英们，好不好？好的，蒋老师，你里边请。谢谢。脑科技点亮生活，支付宝刷新世界。本节目由每天都在用的支付宝独家冠名。到目前为止，知道将来科技库总共已经入库29个科技创新的项目，因此我们今天同样的期待更为精彩、更为有效、更为贴近民生的科技项目能够进入制造将来科技库。我们要科学去拥抱以来的将来，让我们一起创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科技项目。我手上呢有一张 CT 片，它的问题呢发生在上颈椎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如果要实施手术的话，在国际上都被公认为是最难、最危险的手术。那么它只有4毫米的空间，能够让医生去进行手术。如果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破坏了神经系统，或者造成了大出血的话，轻则全身瘫痪，重有可能没有办法保住性命。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一枚定时炸弹，因为这样的一种手术精度的要求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的能力。那么这个在临床上已经被判定为不可能完成的手术，到底谁能够完成它呢？我们有请科技精英。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亚军，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是一名骨科大夫。掌声鼓励一下，积水潭医院真是在骨科可以讲说直牛耳的啊一家医院。哎，刚才呢我拿了那个片子啊，哎，您能告诉我它问题出在哪儿？很复杂的一个上颈椎的畸形，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种畸形。咱们知道这个脊柱啊，就是是连接这个大脑和人躯体运动的。但这种病人呢，他这个骨头还有一个错位，错位之后这里边这个神经呢就跟着就受到挤压了。这个地方就是变狭窄了。比如正常的是这么宽的，他一错位那个孔就变得很窄。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生命的中枢，上面叫延髓嘛。这种病人往往开始的时候症状很轻啊，他如果再发展下去就不是说走路走不了的问题啊，甚至可能呼吸机受到影响，那么呼吸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了。那个您好，医生，那个、您刚说的我很紧张，因为我自己颈椎也非常不好。就刚才您讲到这个案例，它从手术的角度来说，它的难度在哪里？您能再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吗？好啊，我们可以看大屏幕，我们有一个横断面的截图。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这个骨头我们要在这打钉子的，但我们钉子的直径也是4毫米的，所以说一分一毫都不能差。您是说要在这个4毫米的这个地方打一个4毫米宽的钉子进去？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入点，看到这儿，里边这个结构是看不到的。那如果这个钉子比如说有偏差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这儿往里边偏，这里边就是我们的脊髓了，那个神经就会受到损伤，病人就会出现瘫痪呀、啊、这种。往外呢，这个孔里边是我们椎动脉，椎动脉呢就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一个动脉。就两边都是悬崖，然后只有一条4毫米的道。对对对对对。天哪，嗯，其实是要我们来说，不太可能实现的这么一个任务。因为我们的控制精度不可能做到一点偏差都没有。如果放在以前，可能我们也会犹豫的啊，这一个很高风险的手术。但是这个病人非常幸运，他那个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正好我们医院啊有一个新的这个超级武器研制出来了，就是导航机器人，就这种智能的技术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好，那么帮助医生突破手术禁区的这个手术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呢？请上科技项目。大家可以看这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大脑，也就是主机。我们所有的病人的图像啊，大夫做规划都要在这台主机上完成。这个就是我们机器人的眼睛，啊，它是一个红外线的摄像头。这个眼睛呢，负责监视我们的病人机械臂，能够随时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儿。哦，这个呢是我们在病人的一个模型啊。病人身上我们也会有一个示踪器，你看这个小亮亮的小球，这个呢是能够让我们机器人红外线能够识别的，这样就能看到我们的病人在哪儿。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的机械臂了，就是我们医生的手。嗯啊，这个机械臂上也会有一些小眼睛，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在哪儿运动，我们的这个设备上也都能够同时显出来。哦，那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病例，我们来借这个病例操作一下，好吗？可以。好，我们有请另外一个工程师上台帮你，有请工程师。那么现在刘主任，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传统上如果做这台手术的话是怎么个做法？传统手术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们得把那个入点暴露出来，对，就必须把这个口从这儿到这儿，差不多要切一个15到20厘米这么一个长的口子，切完之后呢要一层一层显露出来，把里边的肌肉也要剥离开，剥离开之后我们才能看到里边，就我们颈椎啊，能看到这儿这个一个一个的棘突。我们真正打钉的这个点呢是非常偏外的，我要一直把肌肉剥两边都显露出来。然后机器人怎么做呢？机器人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它不像我们肉眼去看，它是通过影像去识别，我们会术中透视，给它扫一圈透视，就是用一个 CT 机扫、哎、CT 机，对，这个图像呢就传到了我们机器人的大脑里边了。这样的话呢，比如我要打什么样的钉子，入点在哪儿，打多长的钉子，什么样的方向角度，就全规划好了。这个规划完了就会交给我们的机器人了，这个机器人就能自动找到这个位置。刘大夫，我问一个稍微细节一点的问题哈，因为就是上面这个红色的反射球和那个红外的这个捕捉器，其实是用来定位这个机械臂的位置以及这个病人的位置。那这个病人如果在术中，当然他是麻醉状态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呼吸啊，有这些正常反应，万一比如说他身体发生移动的话，这个大椎的位置不会发生移动吗？这又是我们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呼吸补偿机制，随着呼吸的运动，我们的机器人是能感知的，然后他会告诉医生啊，现在病人在动了，这个误差是多少个毫米，现在能不能做这个操作还是需要调整了。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就开始按照现在机器人的辅助下怎么来进行手术。比如现在这样的话，我们规划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在体表给我们定位。但是我能不能提一个新的挑战啊？我稍微动它一下怎么样？没问题啊。没问题是吧？我搬动它一下，我如果是这样挪的话，对吧？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数据发生变化了吗？这个变化很大，屏幕上已经看不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看是不是能够定位准确。
是这样的，我需要调整一下眼睛的位置。好，可以。他要同时要看到两个，同坐标，坐标跟所有的坐标系要一样。对。现在可以了吗？可以了。好，观众朋友们，关键的时候到了啊！在病人移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重新定位准确？来。哦，他在找了。那到位之后呢，我就拿一个导针放到这里边去，到皮肤他指的个位置就应该是底下我们骨头上那个入点的位置。那我在这儿切一个很小的口子，大概多少？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切个小口。哦，就只要切这么一小口就可以了。过去要切20公分，还要把它翻开。我们现在因为隔着皮肤，对，看不到您这个定位准不准，我们打开看一看好不好？对，可以打开看看。好，你再看看定位一下，看看这个点是吧？这个点你看啊，你看我给你放一下。想问一下，那现在这个机器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在这个骨科进行领域，我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技术委员会来推广我们这个设备。2016年到现在2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7000例的手术。到目前为止，我们很自豪，没有一例严重的并发症发生。哇，那个第一例成功。已经7000例了，我觉得非常佩服。我们未来还有什么发展空间呢？就是刘主任，近期的规划，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做得更加的流畅。一般的水平呢，我们年轻的医生也能把机器人用好。远期来看，一个是我们希望这种人工智能就深度学习，再一个希望它的智能程度更高，啊，越来越像我们大夫的手，越来越像我们大夫的智慧。我觉得是未来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方向。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有点冒昧了啊！跟国际比较，这一套系统它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准？它现在的水平，我们也是很公平的去判断，把我们这个机器人跟我们现在骨科用的其他品牌的国际流行的做了一个对比。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最主要的精度，再一个呢，以前国外的机器人的设计呢，往往是一个公司的行为，它一个机器人只能做一个手术，比如说我就是做关节置换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说，我们要做一个模块化的多功能的手术，颈椎、胸椎、腰椎、骨盆，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做。现在已经达到了13个部位。现在在国际上的这个评价怎么样呢？第一个啊，我们这个上颈椎的手术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啊，我们已经发表了我们国际权威的杂志，就是 Spine， 我们有个脊柱的这个缩写，那是我们最权威的脊柱杂志。然后呢，我们得到了国家的科技进步2等奖。北京市的科技进步1等奖，然后咱们有国家有个125的科技成就展，当时选出了13项的标志性的成果，包括了咱们的什么北斗啊，好多很大的项目。我们这个导航机器人是唯一入选的医疗的一个设备。前段时间的进博会，中国馆啊，也是把我们展出了。在这里我做个补充啊，你知道吗？进博会刚才讲中国馆展出的项目有8个项目，唯一的一个医疗项目。就是咱们这个项目，在性命攸关的重大的问题上，你要选择有效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一个理由去问这个科技方案、工具、途径从哪里来。但是我们有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要问。中国人对这些有效的解决性命攸关的方案的工具、途径和方法当中贡献了多少？今天，骨科机器人就是一个答案。我们能，我们来了。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科技赋能制造将来浦发信用卡科技入库时刻。好，我们请4位嘉宾为骨科机器人开启制造将来科技库大门。好，请开启。
责任代表谷歌机器人项目进入制造将来科技库，有请。科技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不在于它有多炫酷，而在于它始终把人的安全、健康放在重心。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科技项目。我叫王天月，1997年的冬天，我成为爸爸的女儿，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小时候总是见不到爸爸，每次他匆匆回家又匆匆离去，儿时的记忆都是他背着画架离开的背影。爸爸留下来吧。那时候记忆中唯一清晰的就是爸爸的声音，他每天在电话中告诉我新鲜的世界。有一天，妈妈突然告诉我，爸爸生了重病。我决定拿起画笔，把爸爸留在画里。如果爸爸还可以像小时候一样，虽然无法在我身边，但每天陪我聊天，该有多好。故事里的主人公呢，自从父亲生病以后啊，一直用画画的形式来记录他的父亲生活的每一天。他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希望我们呢，能够帮助到他。今天我们就把故事里的这位小主人翁请到舞台上来，有请。你好，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嗯，大家好，我是王天月。嗯，97年生人。嗯，家在辽宁沈阳，是一名美术生。哦，所以天月你用画画的方式去记录爸爸，是因为你是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吗？因为爸爸一直从事高考美术教学嘛。哦，爸爸就是美术老师。然后从小家里就有很多画材，我接触绘画就会接触的比较早。他生病的时候，我就想用画画的方式留住他生命的片段，因为绘画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纽带。那爸爸现在怎么样？他在12月9日去世。那今天你到制造将来这个现场，你有什么愿望是希望科技能帮你实现的呢？我想填补和爸爸之间的一个回忆。我和爸爸以前主要就是靠打电话嘛，所以我希望能有一个科技可以留住爸爸的声音，可以在我以后的生活中给我一丝激励。3个月以前呢，就是为了满足咱们天月的愿望啊，我们联系了一个科技项目，也希望通过这个技术呢，能够留住爸爸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下这个科技的项目能不能帮到你，好不好？当时我们收到了这孩子的一个音频，就发现他的一个整个声音是比较虚弱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所以我们专家组统一决定，我们连夜赶到沈阳，去给他进行这次录音。我们现场采集一些分贝，希望探测出最低的一个底噪的一个地方，然后达成我们最好的录音效果。但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情况突然恶化。天月的父亲身体情况急转直下，导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说一句话都得喘3次，就是很难连贯地说完一段话，没什么力气。每天呢，睡觉比较多，清醒的时间比较少。其实这个病情的恶化是在我们整体录音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因为我没有想到父亲的整体状况会下滑这么快。于是专家组临时决定，
用父亲以前的视频截取清晰的声音去合成。都说绘画很难，这些年手下还有一帮学生，想来看我，我才稍稍的有一种成就感啊，这回没白忙活。采集到样本后，专家组对音频进行编辑。首先，它的数据采集数量很少；第二点，它的语音质量比较差，还有一些口音。要针对这两个问题，首先会修正、校正它的语音和文本。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声纹特点，寻找一些与它声音相近的数据。考大学你想上肯定能上，绘画这块。那么声音是否能够顺利再现呢？刚才你听到了，我们实际上它的声音的素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试试看啊，是不是能够帮到你再次听到爸爸的声音。好，我们来听一下。您可以立即打开支付宝搜索制造将来，就有机会成为科技锦鲤。实际上它的声音的素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试试看啊，是不是能够帮到你再次听到爸爸的声音。好，我们来听一下。咱姑娘小时候我就一直忙工作，一年也没见几回，也没能好好陪她。后来听你说给东家事儿呀，先是你生了病，后面我又生病，姑娘那么小就一个人扛起咱这个家，我其实挺内疚的。家里的钱早就耗没了，还有那么多债务，你和姑娘怎么办呀？我这个病已经这样了，医生说了也就是个早晚的事儿，还不如别治了，给家里减轻点压力。但姑娘哭着拉着我说一定要我去医院，说要给我治好。我心里难过，我只希望我姑娘能够快快乐乐的。咱姑娘从小就喜欢画画，又聪明又肯努力，这点像我。早几年明明已经考上大学了，但只要没考到最好的就要再考一次，有目标有梦想不放弃，这点也像我。后两年咱俩的病耽误了他上学，这个孩子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太不容易了，以后也要多支持支持姑娘，你跟他说爸爸也支持他，要考咱都考咱最理想的，不要怕别人说什么。将来要是他谈朋友了，条件无所谓，只要他肯对姑娘好，能够一直支持他画画，那就够了。他只要能快快乐乐的，我走了也就能放心了。可就是以前呀，我答应过咱姑娘，等到大学毕业就开一个画室，我就能陪他一起画画呢。可能我要让他失望了，要是姑娘以后成了画家，你一定替我好好表扬他，要是没成功也让他别气馁，跟他说和爸爸一样做个美术老师，爸爸也挺开心的。以前我还觉得早点晚点一样都会美，我这病这样了其实也无所谓了，但是我就想着能多活几年，多陪陪咱姑娘，看着她考上大学，看着她结婚生孩子。姑娘数学又进步了真好。其实艺术生挺苦的，姑娘画的速写。你们可能不知道，爸爸大段大段的说话并不是爸爸真的在说话，是爸爸临终前跟妈妈交付的一些事情，妈妈回忆起来以后写成文字，我们用语音把它复制出来的。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初次跟他父亲的那小段的素材跟这个比较的话，我分不出来有什么差别。爸爸一直是最懂我的人，
就是不只是经济支柱，更是精神上的支柱。我听到他对我的这些话，我感觉他仿佛还在我身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遭遇到非常悲伤的事情，但事实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你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吧，把生命过得更有意义，我相信这也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告慰。只要我开心健康，没有遗憾，做事不后悔，我爸爸就会很欣慰。所以一定要努力坚持你自己坚持的事情。那爸爸刚才好像说想放弃治疗，家里的条件就是已经负荷太重了是吗？他就是知道自己治不好，往里再投钱可能他觉得还不如留给我和我妈妈，所以说他当时是有一种想牺牲自我的这样一个准备，但是我肯定不能让他这样。所以你还是坚持让他一直在治疗？因为治疗不是说治不治得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鼓励。因为一个人被放弃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有家人陪伴又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能体会长辈啊对下辈的这种关切，特别是他讲到说我没有办法治好了，我就想放弃。我的母亲在临终的时候，我是从上海坐飞机跑到合肥，不断的来回，不断的来回。在她临终的那一瞬间，我坐在边上跟我姐姐讲话，我跟我姐姐讲了什么话呢？我说我今天回去，我上完课以后，我明天再回来。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ICU 里面的报警器立刻响，我母亲的心脏的线从这样子就变成这样子。他不想让你再奔波了，他不想让我再奔波。不是我要他放弃，他自己就这样，他把方便留给我。我们致敬所有的父母们，真的感恩你们。好，我们收拾一下心情。刚才说科技项目帮你圆这个梦，我们的确是做到了，不一定很完美，但是我们努力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科技精英上场。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胡国平。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啊，你们在以非常有限的素材的基础上面，通过科技的这个项目帮到天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想法？用我们的技术能够帮助天悦，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希望这个声音能够陪伴天悦度过最艰难的这一段日子，但我们也希望以后的日子天悦可以自己走得更坚强更幸福。好，好，谢谢谢谢。天悦，你有什么话跟这些科技的团队说？他们的确是夜以继日的一直在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帮到你。因为当时爸爸病情的确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提供的素材也很少，所以刚才听到那段声音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的，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已经很好很好。好，谢谢谢谢天悦。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技术，我也是非常的惊讶啊，因为你素材并不太多。是，哎，到底怎么回事？嗯，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语音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数据库中，能够一定程度上去选择出来跟天悦的父亲比较相似的一些声音，能够使得这种声音的复刻能够更加的完美。像天悦这样子求助于你们的，你们还有碰过类似的这种事情吗？就是我们曾经利用我们的语音的技术，帮助一个其实是聋哑人重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大部分的聋人嘴巴其实是能说话的，唯一的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说的对还是错，那我们用这样一个语音的技术给他相当于当他的一个耳朵来判断他说的话对和错，这样不断的训练，最后他大概练了2年，他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够和自然人一样能够进行自由的这种说话。所以他当时训练的时候等于说是他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他想看这个机器能不能识别出来他说的东西，来判断他说的像不像我们其他人说话，是吗？是是，对，这个其实在业界叫语音合成技术。对，傅老师很清楚。姜老师啊，这个技术彻底成熟以后，你们首先受冲击。哎，怎么讲？主持人、播音员，其实现在已经有这种声音合成的播音员在上岗了。其实，对，这已经是一个领域，应该算是彻底被攻克了。就现在，我可以开会开一半我走，然后让机器继续读我的这个 transcript。哦，姜老师，你不整天都很忙吗？有很多课业啊，是吧？那不行。那不行，我必须要站在讲台上。就像你讲的，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声音合成的技术当中呢，能够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场景。是，特别是当一个用户希望自己的亲人的声音永远陪伴他的时候，你们能够让他这个梦想真正的实现。所以呢，科技温暖人们的生活不是一种理想，它切切实实地发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科技赋能制造将来浦发信用卡科技入库时刻。好，我们请四位嘉宾开启制造将来科技库大门，请开启。好，请胡先生进入制造将来科技库，有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科技项目，水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非常大，目前全球约有10亿人饮用不清洁水，每年约有2500多万人因此失去生命，每天约有5000名儿童死于饮用不清洁水。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紧迫的卫生危机之一。刚才呢，莱莱呢讲了现在的用水的大体的情况。其实呢，在我手上呢，就是一瓶矿泉水，也就是纯净水。我喝了纯净水，我很放心。但是你们知道吗？在我跟淼叔的小时候，随处都可以游泳，同时也可以呢捧一捧水喝下去。现在呢，我们喝的这些水安全不安全，有没有保障？我要告诉观众朋友，总有一群人在我们的身后默默地在保护着，在守卫着我们的水质。今天他们也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人工检验员出场，有请。您好，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梁柱，来自于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我是一名长期从事环境监测工作的工程师。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22年的时间了。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啊，有什么样的感受？环境保护的工作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工作，我个人也感觉到很自豪。那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呢，就是对这个生态环境的质量以及对这个污染的企业开展定期的监测，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对它进行至少4次的取样。那么有些指标呢，采样的当天就能够得出这个分析的数据，但是也有一些指标啊，可能需要历时整整5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得到这个监测的结果。但是你用不用担心啊，我们有一款辅助性的科技的仪器能够帮助你来去应对你刚才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就有请科技基因登场。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吴静，我来自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刚才呢也听到了我们这位师傅呢谈到在水质监测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啊。对，您今天带来了一个什么宝贝？我今天呢带来了一个环境小卫士。环境小卫士？对对对，它的名字叫水污染预警溯源仪。我们就有请这位环境小卫士。在我右手边的是水污染预警溯源仪，那么是咱们吴静的团队经过15年的研究啊，这是全球唯一的21分钟，一旦发现这个污染，它就能够追溯到污染源的仪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手有指纹，刑侦部门就用指纹可以快速的识别，哎，谁可能是嫌疑犯。我们还发现呢，每一个企业它的原料不一样，生产工艺不一样，我们看到的信号就不一样。我们把这个光谱叫做水质指纹，我们去给污染源录上它的指纹，然后放到我的仪器里面，然后我的仪器就可以快速的比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专门为这台机器呢设立了一个科学实验，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实验？啊，当然没有问题。好，请上道具。好，观众朋友们，在我的右手边呢，这是一个我们模拟的地球的水缸，这个里面有200升水，在地球水缓的上方有30种400毫升的废水，我们的嘉宾会从我左手边任意的取20毫升的废水，跟这30种400毫升的废水一起倒进水缸。那么一旦倒进去了以后呢，实际上是成1万倍的稀释，就等于在一瓶矿泉水当中滴了一滴0.04毫升的墨汁。接下来就要考验我们的安全小卫士，他必须按照吴静刚才所承诺的那样，21分钟就要立刻辨别出我们嘉宾倒进去的那个废水是什么。安全小卫士是否能够接受考验呢？有请思纯在我的左手边任意的选择一瓶废水。你可以戴手套，不要让你的皮肤受伤。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颜色啊。我的妈呀！好，你已经选择好了。思纯，你要打开它，倒入到这个水缸里头。好，倒好了，请把这个瓶子放到验证台。好，谢谢思纯，谢谢。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将30种污染的废水一起倒入到这个200升的水缸当中。工作人员听我口令，预备，开始。
可以看到30个各种颜色的废水呢已经倒入到了这个水缸。正像我们刚才吴女士所承诺的，这一台安全小卫士说在21分钟当中把多倒的20毫升的那一种废水给鉴别出来。那么到底能不能够做到呢？接下来开始检测，听我口令，预备开始。您小时候就是觉得我就要做这件事情，还是后来上了学之后觉得哦我要对水环境的有一个改善呢？我是来自南方，我家里的旁边就有一条河，我记得有句古诗叫什么呢，叫半江瑟瑟半江红，我们那条小河就是这样的，一半是绿色的，还有一半是红色的。我们就看到呢那个红色的这个上游呢有企业，后来我真正开始有想法要做相关的工作是从04年才开始。我们03年呢，我受学校的委派呢去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正好在那前后呢发生了几次比较重大的水污染的事件，所以我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监测技术都是告诉我们水质变化怎么样，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说是谁干的。我们其实环境啊跟这个医生很像，不过呢我们医疗的对象是这个地球，我们必须要知道病根才能治疗。结果出来了啊，结果出来了，13分钟。哇，结果是什么？电镀废水。电镀废水。那么刚才石纯，你所挑的装有这个污染物的瓶子里面的废水是不是电镀行业的废水呢？我们就有请科助来给我们验证。观众朋友们，思纯所挑的这个废水是不是电镀废水呢？验证开始。观众朋友们，思纯所挑的这个废水是不是电镀废水呢？验证开始。电镀行业废水，恭祝你成功了，恭喜你成功了，恭喜你。那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污染源到底有哪一些，属于什么样的废水？我想请问一下梁先生，哪些是比较常见的？化工行业废水、炼油行业的废水、原料药生产的废水、电镀的废水、果汁加工的废水。嗯，果汁不是我加的榨汁机，不是榨了都能喝吗？它还有废水。您的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果汁进入到水体以后，微生物它就发现哇那么多好吃的，所以微生物会长得非常快，然后它就会把水里面的溶解氧全部消耗光，溶解氧没有以后呢，它会生成像硫化氢、氨氮、氨气这样的有味道的气体，这是那个黑臭水体的臭是这么来的。同时呢，还会形成硫化亚铁，这是黑的颜色的来源。哦，明白了。最后我想问梁先生，今天你亲眼见证了咱们这个安全小卫士啊，也就是水污染的溯源仪这样的一个威力，什么样的感想？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了不起，特别的希望啊吴老师的这个技术啊能够普及，这样我想肯定会对我们的环境保护的这个事业啊有很大的促进的作用。在全国16个省市直辖市在用我们的这个产品，但是我们水源地目前主要用在我们苏州，服务人口才1000多万，那我们还有10几亿人口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路还非常长。我们2017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设备就送到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那个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发明展。我们这台设备呢当时获得了当年的最高的奖项特别金奖，所以我们的确想把它用出去，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那么我们不一定要跟着别人学，我们也能做自己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科技赋能制造将来浦发银行科技入库时刻。好，我们请四位嘉宾为水污染溯源仪开启制造将来科技库大门，请开启。好，接下来我们请吴静女士代表水污染溯源进入到制造将来科技库，有请。我们请出下一个科技项目。史记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时有医药。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一批先贤的出现，更是将中医学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神秘的东方国度，古老的东方传说，千年岁月的砥砺，万病回春的神奇，共同造就了中医，给中国的灿烂文明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刚才啊，我谈到了中医，那么在制造将来的舞台上，我们要展现中医一旦遇到了科技，会对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有请这一期的科技精英。你好，我是李文友。我们研发了一套叫智能中医系统，简单的讲就是可以让小医生迅速地拥有老中医的经验。今天呢，我把我们这样一个硬件加软件的一个系统带到了现场。这就是你研发的一个科技项目。对，这个呢是一个硬件加软件的系统，这个硬件呢叫智能中医四诊仪，是我们上海中医药大学研发的。然后还有一个软件就是我们的智能中医系统，我们把它加一块儿，既可以智能的望闻问切，又可以智能辩证智能开方。好，我们看看这个系统辅助的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上。我们有请出三位中医来。好，我们这三位中医还很有特色，是老中青三结合，是，有请。您好，沈老。您好，您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您有多少年的临床的经验？我叫沈佩安，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工作，从医的56年。56年。我是来自广东省中院的周迅，从事中医已经32年。大家好，我来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我从事中医临床工作5年。好，现在呢，我们请三位中医分别落座。来，你看，我们中医在这，四位非常好的机会啊，哪一位愿意让他好好的问诊一下？今天是给你私人定制，我记得你曾经拿出一个浦发的梦卡，对不对？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体验怎么样？非常好，我一直在用。现在这边是吧？对，我们先请周先生呢给孟秋先生号号脉啊。伸个舌头。好嘞。第
实也是容易鼻塞，容易反反复复，容易感冒。对，对。感冒之后咳嗽很难好。是我嗓子一直不好。对。有时候容易怕冷，还有那个腰会酸。哇，这个太准了。周医生刚才跟我讲嘛，就是我身体的几个状况是真的都是我有的状况。你就是饮食这方面要注意，还有呢运动要加强，然后呢你要晒太阳，因为你这个不是大的毛病，其实亚健康，人与自然是相关的，所以通过太阳来帮助我们身体才能够强壮。等我开个方给您。 好， 好， 好吧。好好好好好，来，谢谢谢谢。来，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年轻的曹振东先生操作一下设备来给你做个诊断，好不好？好好好。你好，就我想问一下你的饮食状况怎么样？还行，但是我经常上顿不接下顿，因为有的时候太忙了，就忘了。不规律是吧？不是特别规律。有出汗的症状吗？非常容易出汗。特别容易出汗是吧？平时有口渴？会。喜欢喝水是吧？对，没错。症状基本上我已经录完了。就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机器问诊的过程，我们听到是曹医生在问，实际上是机器在问，只是说曹医生把机器问的呢通过他语言表达出来了，然后呢根据我们这位嘉宾的回答呢他就把这个录进去了，所以呢问诊机器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采集我们嘉宾的舌相和面相。来，第一步王老师，我们先采集一下面诊，麻烦您把下巴放在这个机器的蓝色的位置。好的。然后目视前方镜头。来，稍等一下啊，我来拍个照。来，好了，王老师啊。第二步我们要采集一下舌诊。舌诊的话还是一样的，把下巴放在这个蓝色的位置。就舌头要往前伸，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舌头往前伸，尽量的伸出来。好。好，第二步已经录完了，第三步我们就是要录脉诊，麻烦您把左手伸出来。好，然后需要把这个套在您的脉搏上。这是一个单探头高灵敏度的压力式传感器。啊，这个波形其实就是反映了我们嘉宾的脉象。哦，把人的感觉变成是你可以看到数据图表的形式。对。好，脉搏我们已经采集完了。好，还有最后一步就是听诊。就是我会给您戴上耳机和麦克风。okay。 然后您根据电脑里面的提示音发出相应的声音就可以了。好吗？好的。好， OK， 可以，没问题。好，我们就开始了。好。一，好，好了，来，请回座。好，那我们刚才呢，一边是20多年研制的四项信息采集的这个系统，这一边是拥有30多年的中医行医经验的周先生，系统诊断的结果和周先生诊断的结果相比之下，会是怎样的呢？请看。本节目由想什么花就怎么刷的浦发信用卡特约播出。相比之下，会是怎样的呢？请看，这边是肺脾气虚，这边只不过加了一个斜置鼻窍型，这边是温中散寒补肺健脾，这边是补肺健脾散邪通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药啊，这边当中呢有芝麻黄一样的，桂枝一样的，你看剂量也一样。细辛、泛半夏、五味子、防风、大枣，它三枚跟十什么区别？三枚差不多就十克。哦，生姜十。哇，我请沈老来评价一下这两张方子。这个两张方基本上我们中医叫君臣佐使，
君药成药一样的，就主食药上面稍微一点区分，主要及大者也基本相当了，就是这个主要里边呢，它是多了几味，多了几味，它是少了几味，这是就无关紧要的次要药。所以70%-80%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哇，掌声鼓励一下。我想问一下沈医生啊，这套系统您看起来，包括特别是到最后那个结果啊，比较，您觉得它给我们中医啊，会不会带来一些帮助？我是对传承有好处的，因为我已经一大把年龄了，还能走几年？我希望我的东西能够传承起来。那么现在他呢，借助我这一套东西，那真是方方面面，从各个方面的把我的东西记录下来。哦，但我这后世能往后世传下去，这个太重要了啊！谢谢沈老，谢谢周先生。刚才呢，我们也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孟秋，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其实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沈老也提到了，音像制品也好，书籍也好，能记录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你不可能在一本书里把每一个病人的症状全部都记录一遍。特别在中医里面，经验很重要。但年轻医生他年纪摆在这里，他不可能有这么多经验。那其实相当于今天我们给了他一个机器老师，对吧？他可以跟他对弈，或者他可以自己出一个方子去看看老师会出一个什么样的方子，在这个比对的过程中去提升自己。其实这跟机器学习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系统是非常从教学或者从传承两个方面特别有意义。好，我们就到了科技赋能制造将来，浦发信用卡科技入库时刻。好，我们请四位嘉宾为智慧中医系统开启制造将来科技库大门，请开启。好，现在我们请李文勇先生代表智慧中医系统走进制造将来科技库，有请。下载浦发信用卡 APP， 参与互动问答，赢科技好礼。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制造将来》，下一期让我们一起再共同见证将来以来，让我们一起创新不殆。我们下周再见。感谢新浪娱乐深度媒体合作平台光明网、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中国新闻网、中国网、环球网、新浪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达克、今日头条、互动百科、口科网、动联科技、TechCrunch 中文、长城汇、利亚德、蓝硕科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搜索制造将来，更多暖科技等你解锁。你喜欢聪明的人吗？你觉得你是聪明的人那一类吗？大数据相亲它到底靠谱吗？大数据相亲到底能给我们分配对象吗？这里面是一个数学问题，你应该谈几次恋爱才结婚？这是标准理科男的答案，是不是？有一群人，他们钻研一生只为突破一件事情。我们怎么能把我们做到一个世界第一？如果我们自己都认为我就是个二流水平，那么我们国家民族怎么发展？以智之名创造将来，以我之名改变未来。